厂长，他们辣椒马店打倒，整个厂全停电了。什么？走，跟我看看去。厂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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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谁给你的权利啊？把店长给我合上，这事儿我能从轻处理。你爱怎么处理怎么处理，今天不把扣我钱给我，店长谁也别想喝。我可以肯定的告诉你，钱我不会给你的，但这店长你必须给我合上。不可能！别往前走，厂长，真敢动手，咱报警吧。你松开我，报什么警啊？等公安来了，前前后后处理这件事得处理两个小时。 当心动怎么办？厂长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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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厂
玩混蛋，我是你师傅。老陈，我要去上街告你去。那就请自掏路费，我不报销。另外啊，你这个副工段长，从今天开始被免除了。好，你有种。厂长，没事没事，大家赶紧去干活吧，啊！ 把耽误的时间给抢回来，快去！厂长，行了，这没事儿，赶紧去干活，去干活啊！厂长，咱报警吧，你这可都流血了。报什么警啊？他进了班房，对于厂子来说也不光彩。过段时间，我相信他能转过这个弯来。厂长，你不知道他是不会善罢甘休的。是啊，听拉拉姑叫唤还不种地了，快点啊！带着大家赶紧去干活。没事，真没事，于师傅，赶紧走吧，啊。